会买这台电动辅助自行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太会骑摩托车，所以我平常要去巷口买东西的时候，我都是用走路去买。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走路太累，所以我觉得骑脚踏车去是很方便的选择。通常的使用范围就是在我上下课还有下课后的打工，因为平常我都是骑脚踏车上下学。当我换了这台电动辅助自行车之后，我觉得上下学变得很轻松，下课之后也可以就是在到处出去玩，然后妆也不会脱，就也可以美美的这样子。使用上我觉得最方便的地方是，就是它是低跨点的设计，有时候如果是穿裙子的时候就是很好的上下车，而且像我就是个子比较小，我才155公分，然后也很好的可以很容易上车，不会像有些脚踏车就是它那个很高，所以就是会很难跨过去。还有有时候就是可能东西比较多啊，买比较多东西，而且它有一个这个菜篮，就是可以放很多东西，我觉得很方便。